哎，您好，请帮我转管理 IVOD 的部门好吗？因为目前内政委员会 IVOD 是一片黑暗。喂，你好，想要请问一下，目前的话，内政委员会的 IVOD 是一片黑暗，他们开会了吗？那请问一下，要现在要怎么样才看得到？我们现在正在处理，所以大概多久会看到啊？我们尽量快。尽量快是什么时候？不好意思，您再讲一次，您。请问一下，新版的话，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看到？新版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，我们现在正在处理。总经理好。喂，你好，那个立法院，请转那个管理 IVOD 的部门，谢谢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内政委员会为什么没有那个 IVOD 的画面？内政委员会啊，稍等一下啊。我同事说内政今天是那个调阅，所以他们没有播。为什么调阅会没有播？你们明明就有那个，就是上面就有显示有 live 啊，那为什么会没有播？因为我们的讯号收到的就是黑色的。你们讯号收到是黑色，那到底我可以问谁说这今天到底有没有要播？你如果没有要播的话，不会放在那个议事程序上面啊。那你要我找一下，你可以问谁吗？还是你要？我到底可以问谁？请问一下，要不要每次打来都说不是你们的责任？因为我是那个厂商的驻点啊，那你现在打给我，我当然是。那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那请问一下，你们立法院的人是谁在管这件事情？我不是立法院的人。那你也在里面的话，请问一下是谁管这件事？我没办法回答你呀、啊。你每一件事情都没办法回答，那是怎样？不是嘛？我是厂商、啊。那请你就找一个立法院的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？我就对立法院的人不熟啊，你叫我。你做立法院的事情又对立法院不熟，你到底是怎样？我就是只有管 IVOD 而已、啊。你只有管 IVOD， 但今天应该播的没有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就跟你讲，立院给我的是黑色画面、啊。立法院，这件事情那么重要，有关于那个服贸的这个监督的事情，为什么可以？重要啊！你也知道很重要，那没有播。你这么凶有什么？你这么凶有什么用呢？请问一下，缴税给你们做这个东西，每年花个几千万，你觉得说我可以不生气吗？